市场上买，买一个这种包，你要不要一两百块钱？就一个要不要一两百块钱？要不要？要的给我打要来，好不好？你拿进来。镶钻的是吧？手工镶钻的，这边是，这边是这是什么设计啊？叫做？嗯，这个我们店长他们经常说是什么小荔枝小鳄鱼皮纹的，这个是鳄鱼皮纹的是吗？哎，对，荔枝小鳄鱼皮纹的，而且咱这个包的话，他那个我听他给那个，因为我刚是开刚来吧，也不是很熟悉，我看他给这个客户介绍说的什么左拉袋鼠的，都是什么这种带 logo 的这个。哦，带 logo 的是吧？而且空间的话也是非常的大。就是拉链都是带 logo 设计的是吧？对。哦，你把那个内衬。这个、小包空间也是非常的大。内衬上面是有 logo 的是吧？对，全部都有。行，来，家人们来这瓶手术啊，这瓶手术好不好？倒走是两个包，你知道吗？彭大只买小包多少钱？不是阿姨呀、啊。包也非常的大。有人说彭少只买小包多少钱？我就这么跟你们说，如果说你们但凡就是懂一点点行情，你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店去看一下，就这么一个小包，我不说它多少钱。你就问他值不是两百块钱就完事了，你们可以自己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吗？对，我们平常这一个包的话，它就挺贵的。然后今天是彭少哥买了个大包，相当于是给送了一个小包，是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上次安排一个小包吗？家人们，是因为有家里有儿媳妇，对不对？有女儿，对不对？你像这个大包，可以就是年龄大点的背；这个小包可以年龄小一点背。我是让你们一次买了两个包，给儿媳妇、给女儿都安排了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来，家人们，这瓶手术啊，这瓶手术。这大包小包都好看的，大包的话空间是更足的，你看一下。那个平常的话，咱放啥都可以放，空间是非常的大，就是你放食品矿泉水也是能放得下，承重量也是非常的足。对。包括你看一下咱这个包里面，它设计全部都是带有我们 logo 品牌的。里面内衬都是有 logo 品牌，看到没有？包括这个，你可以看一下哈。包括这个拉链，它五金拉链是都是有 logo 的，是吗？对，咱的五金拉链都是电镀五金的，而且全部都带有咱的 logo。它只有这种好的包的话，才能给，就说才能把这个五金配件给它配上。平常的包的话是没有这些配件。还有个问题，我记得上次好像你们那个，上次我同学说是一年之内，如果说有质量问题，是只换。只退不换的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上次我表姐这样给你讲的是吧？对，你表姐上次跟我讲，她说一年之内如果说有质量问题、破损的话，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我表姐这样给你讲了的话，她说了咱就能做到，记得吗，家人们？问题的话，你可以联系咱那个售后，咱那个售后这边的话都会给你解决的，这个你放心，彭少哥。对。一年之内有问题只换不退，你知道吗？好不好，家人？好不好？就是说人家售后都是有保障的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对，今年最流行的这个托托包，颜色是怎么说？比较洋气。对，只换不修，对。对，梅花阿姨说的对，就是说他如果说一年以内有任何问题，只换不修，知道吗？就直接调换就可以，给你换新的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，家人们？所以它的售后质量都是有保证的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不好？也是有运费险的，知道吗？如果说他们的这个品质售后做的不好，我不会给家人们整的，你多便宜我都不会整的，好不好？上次我是亲自去了他店里，我去看的品质，很多家也收到货之后也知道他的品质，好不好？对，人家是专卖店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少哥，那个我打一下哈，刚才那个我不知道是阿姨还是姐姐，他问有没有运费险。这个我上车的时候，我把运费险全部给你上了，你就放心买。有，家人们有啊。对，运费险的话，我一头给您上上去了。对，有的，家人们有啊。而这个小包的话也是非常的洋气啊哈，这个我看这个钻呢，这个全部都是那个手工镶嵌出来的钻，比较防滑也是。我有个问题，这个钻你知道吗？是这样的，这个钻容易掉吗？你试一听，我用指甲使劲抠的话，它都是不会掉的。家人问，它是那个烫上去的，手工镶嵌，而且它又是烫了一次，所以比较结实。就是钻针只是烫的话，它肯定会容易掉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手工镶嵌一次再烫，镶嵌上去，然后又烫了一遍。你说肯定是这个结实的话，是非常的结实。哦，行，来，家人们，来这瓶手术来。哎，没有了吗？对，你还有吗，家人们？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洋气啊？
对，很显年轻，知道吗？很显年轻。对，年轻人背上的话非常的时尚，非常的洋气，而且。对对，咱是两个包包，这个的话咱也可以背，咱的妈妈也可以背，对不对啊？来啊啊啊！等一会儿啊，有人阿姨说彭尚武只要小包包可不可以？我真的服了你们啊，家人们啊！那一个包包下面是送给你的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你们129块钱，你们出去在外面能买？我这个接了个电话，你能不能先？什么情况呀？不是店长姐姐，咱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要跟我抢话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行不行？谢谢你啊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。就是你129块钱，你们就是去菜场上买，你能不能买个这种品质的包？你们自己去考虑一下，知道吗？有家说我只要小包不要大包，我送给你了，我送你去买菜，好不好？让这个大包提着去买菜，你爱咋造，知道吗？懂这意思吗，家人们？没拍到，再上点是吗？你们为什么每次上车的时候你们不抢，下完之后你们就要再上点？有多少人没抢到？来扣一，来，我看一下，有多少人没抢到扣一？有多少人没抢到扣一家们的？有多少人没抢到跟我扣一家们的？我看人多少，我再叫表妹上一点，好不好？绿阳也没抢到是吗？蓝天阳也没抢到。来，这样好吧，表妹，你再给我来，哎，拿二十单，拿二十。我刚刚问了一下，这两个包你129啊？对呀。不是你惊不惊喜？你意不意外？卡包。嗯。再送个小卡包129就行了。哎，那你这两个大包你129啊？你惊不惊喜？你意不意外？送了就送了吧，正好楼上哥哥说过两天来。不是你想什么呢？啊？哎哎，我们那个彭少，我不说别的，咱这个是整个烫钻工艺的，光这一面，光这一面，你都得有几千个钻。嗯。你两个包，你这个包你也不止100多，你两个包100多。嗯。你这么迷恋？那肯定了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来，表妹，来，表妹，表妹，来，给我再上20单，好不好？只要20单，不为难表妹了，好不好？来，20单，来，我数三，来，给我上来。行，好的。来，3、2、1，来，给我上。再上20个啊？对，就上20个，上20个，好不好？你们再没抢到了，不用再打再上脸了啊！不用再打再上脸了，好不好？再没抢到了，不用打再上脸了。我给上去了哈，就那个20个哈，运费险我全部给带上了。大气，人都说你大气。上次这样卖的，是的呀，阿姨，麻辣烫阿姨，是的呀，我上次也是这样整的，我这次给大家这样整啊，对吧？有家刚才记错价格，说是139，我让我查了一下是129，知道吗？上次怎么样整，咱们这次就怎么整，好不好？咱们这属于复购，因为很多家人收到货都跟我要，知道吗？但是过了今天之后，你们再没抢到的，你再别跟我要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别再跟我要了，好不好？嗯，两个包包，对，两个包包，两个包。一大一小，那一个包合的几十块钱。对，店长彭少说啥就是啥，他说送把这个给送了呗，就。对。买个大包送一个小包。对。你真大气，连人都写着表妹大气，表妹真大气。那我还想让彭少哥早点来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兰兰阿姨说她上次是128，我那是因为有人的支付方式不一样。如果说你是用银行卡支付，她可能会少1-2块钱，还明白这个意思了吧？好不好？那是因为支付方式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来，家人们来，还有5单，来拼小数啊，家人们还有5单啊，小女生的包在上面。看了一下，还有5单。那个小女生的包在上面，让她背那个小包，不就小女生可以背了吗？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嗯，好吧，来，家人们自己拼小数啊，还有3个，好不好？过了这个村，咱就没这个店了，行吗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。都说表妹大气，行。